放学了。嗯。肚子饿了没有？肚子饿了。饿了，等一下宝宝送吃。我吃饭的有个好东西，你看一下吧。什么好东西呀？嗯、我去，我放学回来就去取快递。取了个快递啊？嗯。哦，好，等一下宝宝看一下。要看爸爸。要看爸爸。今天有作业吗？你看，我取的。个快递是手快递，我也不知道，是一个火腿。火腿呀、啊？嗯，你看这里写了个火腿。这里全是。你看这个是什么东西？猪。一只猪啊？肥不肥？肥。嘿，肥呀、啊。还有个面是老鼠的了。哇！哇，这个是脚杆肉，没有，这个是腿子肉。那肥肥有包，这个是头条寄过来的。啊、你还有，你看一下，隔壁烧肉，这个行不行？行呀、啊，今天晚上就吃它行不行？有那里有个鱼啊，今天吃这个哦，吃嘎嘎。嗯嗯，这个是头条寄过来的火腿，这个是腿苦苦，哎呀，这个没得。爸爸。没得骨头的。这个是什么呀？哦、这个没有用的。好了，宝宝去做饭去了，你做作业哦。听见没有？去做作业哈。儿子们，想去吃火腿。来，给你去等啊。这是头条寄进来的火腿，你看嘛，这腿是窄颈不嘛？你看哈儿。窄颈。窄颈嘛，该发什么？好，夹起肉来煮去，是不是？煎冬笋儿。还有我媳妇儿昨天给挖了一大杯冬笋儿。哇、哦，外婆，你看这坨肉巴适吧？那诸位，姐姐，夹起吃冬笋儿，煎火腿。摘草啊！我要扯点蒜苗回来，蒜苗煎火腿儿。蒜苗，这样子的蒜苗，没得好长劲的。我搞六三的红还是那是哟，我们娘的啥呀？哦，焯一下水，这个炒的话就焯一下水，但是如果是煮汤的话，这个冬笋就千万不能焯水，炒就焯一下水，好炒一点。
香吃。嗯，好嘞。哎，宝宝吃饭。嗯。哎，周主任是出来喝一个吗？没什么了。老子不。妈妈，我就想吃哪一碗菜吃。中了吗？完全做的是一个人。中了吗？这个好得，吃了就红红火火。嗯。看不对吗？吃了就红红火火的。看了，你煮的快的嘛，你还刚吃啥？吃蛮快。吃得快点啊？嗯，哟，不了，我天呀！嗯，有点儿还长大了，